拢甲逐个人讲，咱爱感恩哦，平安呐、啊。所以咱会逐天爱讲感恩呐、啊，因为咱宏观天下，天下呢是乱呢真多啦，气候也不调和，乱呢真多啦。迄种人祸作乱、战争不断，迄种的难民，或者是呢，迄种贫穷的人，是真多哦。咱看到国际间呐，多一个所在有天灾，咱来赶紧通知。要安怎集合人间菩萨？爱启动啦！这就是咱整个组织啦，普天之下，这个生态，所以呢，这叫做菩萨，人间菩萨啦，的动态。所以真感恩，真感恩咱的菩萨这么多，会当甲师父啦共同一个心，咱关怀人间，甘愿甘愿都是要付出，所以吼欢喜甘愿呐。有当时就会甲大家人讲。您安尼付出，啊，您安尼发愿，啊，是主动吗？愿意吗？师父，我唔止愿意，我阁欢喜，所以呢，欢喜感感愿，就是讲哦，发愿心啦、啊，心真甜，无苦，所以主持人啊，不受苦。师父拢唔是讲辛苦恁咯，唔是哦。我拢讲啥物？幸福，幸福哦，对啊。咱有通做，则是幸福啦。为人群付出呢，则是真幸福啦。虽然呢，做代志会忝无？会，绝对会，这就是真实话。是会，恁会甲师傅讲，师傅，你辛苦，啊，我要甲恁讲，有影啦，师傅真辛苦。但是呢，我会甲恁讲，我辛苦得真甘，就是苦甘苦甘啦，因为咧拖。花顶呢，真甘愿，故意很感恩，感恩呢，予咱有这个因缘会合，大家人共同一心志在人间，也咱伫人间呐，师父拢会直直讲，人人爱好好盘点家己。生命的价值咯，反反复复，一直讲一句话。这盘点就是咱的记忆，咱将咱的记忆呢，搁搬出来，甲家己呢，一一来回忆看看。咱一世人，咱有做错无？啊，有啦。加减啦，师父嘛要甲恁讲，应该有啦，应该加减啦。我嘛唔敢自信讲，我拢无过失，难免一句话讲出来，有诶欢喜呀、啊。但是有人呢，真烦恼啊，也应该多笑多有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家己爱盘点。
我安尼话讲了，是毋是真正大家人那欢喜充满呐，欢喜信受？有安尼也无，我家己呢来盘点一下，是毋是有发热心无？欢喜充满有啊无？这个有，咱要安怎来认定？认定呢？咱欢喜，伊欢喜，大家人欢喜，怪欢喜得着时，欢喜得着时，这吼，大家人啊，师父安尼讲，爱欢喜得着时，啊，到底要着什么时呢？恁好话过去想吼，啊，这也是法，好恁呢，法啦。经过思考，伊才会当阁生发起来。要那吼，拢无伫咧用心啦，无伫咧启发咱的意识的精髓，那安尼呢，就是无法度。要那这个法有入心，啊，师父叫咱爱去分辨，啊，我要安怎分辨呢？认知了分别的方法，即家己自启发，家己启发啦，即叫做真实法。毋是人安尼甲咱讲，啊，咱就安尼听。其实呢，迄、那个量啦、大细啦，无同。所以讲吼，质量，质量呢？心，咱的意识，咱体会到偌多，咱呢，反正就是对人有益，这叫做善法；对人不利，安尼叫做恶法。所以讲吼，先简单知影，对人不利，这唔对的法，我唔通做。那对人有利益。咱爱赶紧积极来做，这叫做把握时间。所以吼、哦，要对机对法啦，这内底的涵盖呢是真深。所以讲，诸位，恁听师父已经讲遐尼侪过去啊，啊内底是有啊无？当官呢是有啦，吼、哦！真正大家人有法入心啦、啊，真感恩啦、啊，这上重要的。咱伫中华有自清啦，家己盘点。退休四五年中间呢，无好工课当好做，所以在我无聊呢，就去拍麻将过我的人生。好佳哉！九十年，我咱朱杰孙阿姐啊，来到社区，要来招募会员来做环保。吼、哦，迄阵在阮朱杰的劝导，啊个孙阿姐的鼓励下，我就开始做环保。经过一年，九十三年，在孙阿的推荐下，我就参加朱姓的培训。啊，受证后呢，我就发愿讲，我要来做好朱杰所有工课。23年前。同样是慈济家人的亲戚鼓励，所以开始做主席的迄个工作。啊，你这个中间，你咱咧921的时阵哦，看到一挂医护人员一批一批为迄个灾区去咧救灾，迄个付出的这个精神，让我搁更加坚定，讲我要来做好主席这工作安尼。望诸亲的菩萨，恁吼爱甲大家人分享，讲过去，回忆一下，盘点自己，还阁真有路用，阁真价值，所以不要放弃自己，爱尊重他人，行菩萨道，真正是爱承担。真多的代志，真正的
要坐吧，搁下一代的人把主题接起来，继续住着呢，在天下为天下人间啊造福，还是呢来开菩萨道，这就是佛法，这叫做见证啊，一代一代相传啊，一代一代见证菩萨啊，爱的力量就是安尼过来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啦，爱坚定道心。